县委副书记兼着副县长的不叫县长，叫书记。县长助理不叫助理，叫县长。最近热播的县委大院，我刚看了两集，发现里面是满满的细节。看的不是电视剧，看的是人情世故啊。跟领导一起吃饭，领导问你要醋吗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说要或者不要，对吧？你看没县长怎么做的。你要醋吗？啊，谢谢。哎，好好好好。上个星期卫生局呢做了个总结，搞了个调查。注意细节，接过来先给领导倒上，再给自己倒。注意看，纸箱征信倒了一点，领导自己又加了。为什么不能倒多呢？因为你不知道领导的口味，不能不倒又不能多倒，这就是学问。体制内对领导的称呼怎么合适呢？这一段是老同事给新来的人讲应该怎么称呼领导的戏。常务副县长，你叫他什么？县长啊。记住了啊，以后再遇到领导千万别叫错了，常务副县长不叫县长，叫常务。县委副书记兼着副县长的不叫县长，叫书记。县长助理不叫助理，叫县长。都是副县长，同时是常委的，得叫常委，懂了吗？都往大了叫呗。看到了吗？满满的学问啊。领导讲话哪些该动笔，哪些不能记。在会议上，领导在讲话，大家都在认真的记录。当领导说到这一句话时，我说几句啊。关起门来的话，现阶段现财政问题非常非常大。所有人都放下了笔，这也是体制内的规则之一吧。第一次见面，加了领导微信后，怎么发消息合适？看看商人郑三怎么做的。县长，方便的话能加你个微信吗？这一段话写的真是十分得体，水平极高，你学会了吗？目前县委大院正在热播，据说刚开播收视率就上二了。正午阳光出品加一众老戏骨主演，品质没得说，学会了这里面的人情世故更是受用终生。县委大院是所学校，好好学着吧。